新闻头起先来看，大川国小连续两年得到国中小丁进小英语教学特色学校试办计划，即由学校馆长王惠美是特别来到学校大红棒祝贺。同时哦，讲嘛来会看到大川国小甲大川国中两间学校甲电影人士所来提出的运动场征收需求。恭喜大川国小连续两年得到国中小沉浸式英语教学特色学校试办计划绩优学校。馆长王惠美是全程来打红棒祝贺。教学成绩大家拢看得到，不过学校的运动场却是真需要改善。校长讲，大川国小的运动场已经18年无整修，有真侪所在拢歹去，为着学生的安全，真需要来整修。就像长一样美丽。球场、图书馆，如果再加上长跑道，一定会更漂亮。那确实是啊，有很多的这个啊高高低低的一个地方，也担心孩子们运动的过程中受到伤害。所以呢，在这个议员跟学校的这个建议，那我们今天来这个啊看一下。那确认的话，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后续的一个工程的一个这个发包。除了大川国小的运动场将国金发包征收以外，大川国中也同样在增建计划当中，让孩子有好的运动和合适环境。大川新闻张世良大川采访报道。